只要愿意吃素，义工们也会分送便当给独居长辈。嘉定水月市的放生素食，除了定点发放外，还有配送便当到各个独居老人家中。只要愿意吃素，水月市都非常愿意为大众料理午餐。独居老人啊，是比较不方便，好像一个人啊，还是讲他有孩子啊，在外面工作啊，他在里面哦、啊，有不方便啊，有躺到那个躺到里面啊，是坐在那里啊，都。伦理啊都没有办法站起来，还是说有什么病哈、啊，他没有办法输，就是讲不方便，我们输送给他，送给他输，我们送给他也不会，我们也不敢讲他讲钱的问题啦，因为他师傅啊，我们师傅就是讲会给他方便哦、啊，叔叔的会给他方便，但是就会很高兴啊，有阿大元啊，当然有问讲。钱的问题啦，吼，有钱的问题哦，就是讲，我们没有讲钱的问题，他才要多少钱啦，他方便就可以啦。不在意钱的问题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给予关心和付出。高雄嘉定的社区多了另一种温暖的面貌。时方新闻胡嘉轩、曾千俊，高雄采访报道。